来啊，先来个轻松的，上次那个欲罢不能，先来一个 easy 的，会玩吧，丁义？你说有一个游戏叫欲罢不能？嗯，我没玩过。米米要不要玩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我看你玩而已。那也没办法，有米米米在啊，来开了，出发。真的，我是叫欲罢不能，欲罢不能。你以为我在跟你画虎烂呢？哦，哪一款啊？这个是那个、啊、大凯最爱的那个、啊。哦，这个哦，我有印象哦。哦，就大凯直接往前那个、啊。应该不是我吧？这个好像是另有其人哦，只会往上哦。哎，丁义，这个就是。一直往上爬，爬到最上面的人就赢了 ，OK 吧？走的人优势超大、啊，因为你掷骰子，然后一直往前走啊，你可以选三条路来走。你赶紧选，好，一直点四，一直投啊，对，然后他问你停止还是继续，你就继续，继续啊。真假？哎、欸，你就按继续。继续啊！哎、欸，如果他刚选11+4的话，会只拿到11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按继续。嗯，然后再按继续。我是不是快倒了？没有，你要爬山顶了。就你要一路我跑山底，你还在山底就快倒了，是啥鬼？没嘞，我没嘞。哎，你怎么没了？好，你可以离开了，你可以离开了，你死了。我没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没了。我7-11，好，继续，然后选择6号吧。好，我无敌了，继续。好，你打这么稳了。11，哎，继续，哎，7号，所以，恭喜你，哎，恭喜你有7号还下去，是我就看你们能，我就看你们怎么到，哎，冲，都给我冲，6+6，6+6赞呢，哎，一定走，大凯这个也是一定倒啊，什么一定倒？你想走到底啊？哎，大凯才2步哎。8+8，有 bug。哦，你这个很稳哦。哎，第二全部都一样的。8号前进。8号前进。我独立5步之内倒。不可能。7号前进。还掉！还掉！玩了一轮，大家都跟丁一样。嗯。呀，根本不知道在冲啥。先当丁一了，就是掷骰子啊，然后骰子上面的数字。骰到多少，你哪一条线就可以前进一格。哦，那最多三条线。啊，你最多就只能选3条线来前进。哦，你也可以答应。走到山顶的人就赢了。应该是数学系无敌的游戏吧？就是算那个概率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被恶意的数学系不一定。哦，其实7的几率是很高啊。都感觉这个不管怎么样，其实都会有路走。会啊，七的期望值好像是1吧。倒地。哦，好累啊，那休息。恭喜倒地。没有哎、欸，他停了、欸。你干嘛？扎营呢？扎营，我先看一下游戏机制。真的假的啦？我选择2跟6啦。七的期望值很高啊，应该是1吧。哎，6组骰、欸，怪我今天好像赛不赢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怪怪的，你好像根本走不动哎、欸。嗯，哎、欸，怎么感觉怪怪的啊？来7+11冲了啦！没呀、啊，8，哇、哦！大乐色游戏，你很强、欸。
可能啊，我来投两步。七号加六号，我一定是向前冲，人要向前冲，再走一步，哎呀！哦哦，这定义好像真的会一点学吗？反正就选这样吗？哦，我就以前的进度。没事啊，我等等选二号加十二号，两条线直接到。我双七耶，哎，我快登顶哎。哎，卖名继续啊，那一定继续啊。这没有停下来的理由，这一款真的没有什么停下来的理由。想赢这一个理由，来到七就一直走。嗯，只要有七，一定是直接走到底。OK， 不会吧？该不会要登顶？不是七那个期望值那么高，基本上100%会出一个吧。哦，我先真传一下。哎，你干嘛？哦，哇，不是哎，他停了哎。哎，哦，传一下。你赶快把七走完了。啊，交给我。那么好，啊哦，我赢定了，我五七八，七八不可能掉下去，不太可能，几率很低。哎，我八号路线疯狂。可以啊，哦，再冲啊，哦！我选择八号，我选择五号，我选择八号，我选择五五，我选择七号，我选择五五，我再选择七号，我再选择五号，我再选择八八，再选择八号，再来一个五。有了，我登顶了！哎，只会走这种安全的路啊！大海，我们一定拼最凶了吧？二号、三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。哎，怎么讲？十号、十二号选起来，直接继续走。对，直接拼，你直接拼大的，没得惊啊！如果哎，十号、十二号再走一格，我跟你讲，有没有再继续走？十号要到嘞。再走，十号十号到了，哇，十二到了，什么情况？十号那么神，十号，哎，我三号也是直接拼一波啊！哦，你们怎么这么能打啊？那真的，好啊，我也打一个三号冲到底，哎，啊，有料吗？我低头一下就没了。大海是不是在臭啊？别等掉啊！没有没有，我刚真的，我刚倒一下东西掉了，起来第一孩子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有开挂，啊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你再走一步啊！那个七哦，嗯，啊，你这样不是跟没走一样吗？六根不是我 check 六。六跟六，一根，十号两十号啦，两啦，这样啦，六号啦，六号很难，六号很难倒的啦，六号啦，哇，六号登顶嘞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六号就倒不了，就来抢我的路，秀给你们看呐。哎，八号是我的吧？八号差两波。哎，大凯，你冷静一下吧。我，哎呀，我大凯，哎，大凯，你冷静一下哦！你十号跟六号，我靠，登顶。大凯不继续啊？为什么？到了呀，我十号到了呀。我选择二号路线，你不要跟我抢。然后八号、九号来拼大的。哇，好稳呢。我现在走一个稳的。我，哦，东西又掉了，怎么又换地狱了？东西又掉了，抬头看人又没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看挂是不是啊？大凯，你
你开挂、啊？为什么我都三四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你三四按下去应该只有三吧？哦，哎、欸，只有四，哎、欸、丢，哎、欸、丢，可怜，不是有六号跟八号还能死？对他直接甩十二，六号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死了。看了感觉真可怜，就走了一步。要给我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双九。我竟然还有九号啊！但又双九哎。双九。哦，六八，好稳哦！六八九怎么输？六八好像是这回合封顶哎，输不了嘞。大没有停，好稳哎。没有停的道理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停下来，大概。哎，八、啊，左右八、啊。立，不立。哎，别吵，狡猾。有一个六，哎呦，我脚站着直直，哇啦！六，不再一次，哇啦！四，四九，四九，还虐，我看一下游戏结果。你用也不用看，零分嘞，零分嘞。提议再玩一场，不能算吧？ Okay. 会玩的吧？哦、大家会玩的吧？我懂了。这游戏不错哎、欸，他没有把那个度度。哈直接凶凶凶哎！那是运气游戏吗？对呀、啊，算过的、啊，就是、一路往前、啊，几率的、啊，但还是有一个。我自己断的、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进去吗？我怎么按的、大海没进来、啊，大海好像被排泄了。我的妈！作弊是吧？大海，你开城市啊？他刚被抓、啊大海，大海好像被抓、啊。啊，我怎么没进去？为什么按了没反应？外挂被抓了、啊！你有按那个赛一次下班呐、啊，大概。我贴了，你重新看。怪怪的，这名玩家受到本桌邀请，你应该找个地方可以把那个邀请接受吧。检测到该名玩家有异常，这应该有检举按钮吧？我们再操作一次啊！哎，我先，哎呦，我先，不好意思啦。哎呦，直接了结、欸！他这个稳了、欸，他这个稳，我这个稳了。不是你太扯了吧？你怎么可能走没两步你有七耶、欸？二七两九哎、欸？不是，还是我别玩了。我看你怪怪的嘞，好像不是我怪怪的，是你怪怪的。大海在搞哎、欸，我感觉真的有大海好像开那个城市。我这个也很稳哎、欸，一九哎，一路带丢。嘿嘿嘿嘿嘿，哈，还敢笑啊？还敢笑啊？丁毅，换我三跟四啊，五七九哎的，三七五七八，敢不敢不要选七？选七要怎么死啊？哎、欸，第二你也走三步就死了，我还比你多走一步哦，你走两步就死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等等决定打稳，嗯，怪怪的、啊，大海，不要弄明显好不好？大海，你这样，什么这么明显？不能开嘞、欸，大海不能开嘞、欸。好了，我冷静一下，我冷静一下，我冷静一下。下去，冷静下。下去，他扎营了。他是扎营了，我先来个八六了。来了，为什么扎营？最稳了、啊，大海怂了，怂了就是扎营啊，对啊，不是六七八到底要怎么死啊？六七八好像可以直接冲顶。六七八我直接三条线一起冲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爬山达人啊！他这样好像不太对。他已经走了上场，他走的全部步数。我这一把他好像不太对，他要到嘞！我是直接飙车啊，不是六七八都不可能死哦。Yes。我现在是玩的比刚那场还要久了，这非常的安全哇！哎呦，赛果啊，有赛果啊！是啊，他太扯了、啊，他选到三条最好的、啊，还是我抢他七八？你不是到了吗？你抢他七八吧，你抢他七八吧。我想说七八还可以再走一下。没有他死了、欸，我都没有啊，空的。可怜，贪啊！我想说，七号跟八号，阿班再走一下好了。你有人在贪啊？哭啊！贪是让
正确的冷探吗？扎营的吧？不可能。我觉得你该扎营了，五七八极限就在这了。他拜托，这个雷再往上，那就要掉下去了。就是冲啊，就是冲啊！你再往上就要看到我啦！冲冲冲冲，拉风！确定？你再一步就要到喽，我感觉到喽！冲冲冲冲！哎呦，继续吧，继续吧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电好怂，真的好怂！拜拜！到底是什么怂逼啊？三条线就赢了，八九。嗯，三条线就赢了。嗯。哎、欸、啊！哦，你扎赢了，好快啊！哎呦，我扎赢了，我先停一下。啊？为什么这个八你只走一步而已啊？啊？我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我有一个黄色的去哪了、啊？我哦，我骑个七号哦，吃掉了。大海好像该扎营嘞，好像该扎营嘞。哇，大海不可能扎营，该扎，真的该扎，两个二是该扎。哦，抢二，抢二，摸二吧。哎、欸，选择二号路线前进。不、哦，选择二号路线前进。怎么可能？四号。吧，有五号吧，五号吧，六号吧，六号没人走，嗯，六号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听一下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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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拼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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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一，再来，再来，零。倒霉！哎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先扎一下，我先扎一下。大凯一起住这啊！哎呀，我这太挤了，只一个人呐、啊。嗯，那等等有一个人要下去喽。没事，等下我先稳的稳的。哎呦，啊！我要抢六，抢六，再见了各位。好的啦，你这样六九十一怎么抢六啦？哎、欸，恭喜，葬身大海，直接葬身大海。哦、我感觉我要拼波大的三号，好、啊，哦八号，十一号跟五号，然后六号，三六九，三号。哦，三号，三号，哦，六号也不可能倒地吧？三号，倒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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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号，可能吧？好，三号，倒地，三号，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有没有？我就跟人说不要拼拼大的，还在那边扎营哦。不是啊，你要也抢二号嘛？那二号那两个，那没有出来啊，那没有二号。大凯到了，哭啊！你坠落山底啊！我站走了。我先来个八号，看你信啊。六号加十二号来了，我十二号冲到底了啦。哇，十二号了，带到是十二号。真的、欸，我靠嘞！没有在这么开玩笑了啦！老弟，哎呀，冲啊！冲啊！决定扎一下，好，哎，扎一下，哎，一分不亏。这个局势很不好说哦，丁一直拿了一个最废的七号，倒地，倒地，好，八跟十一号了啦，十一号了啦，十一号不行啦。你要拼大的啦、啊！没有，你看我。哎、欸，对、欸、啊，好哎、欸，好了啦，你准备下去最后一名啦。我在看，我在看。六号路线还机会。六六前进，不可能吧？八八前进。五我看一下，八跟好八跟四前进。四号前进。
随时。我六八前进，我六八，随时他。六四前进，随时他。我六四再前进。没事，他还没赢，他还没赢。我到这里了，我赢定了，这一局我拿下了。谢大凯，你得冲到底了。嗯，就是这就是这把了。欸、就是这把、啊，不要啊！这不是你是你走，你八八直接把他干掉了，你八八直接把他干掉。不要，九号是在哪里啊？不要啊，大凯，九号堵了。哇、哦欸，没事，大凯，我帮你解决他。大凯，你刚刚爆手都是五、欸。虽然你还，虽然你刚刚偷偷把我挤下去，你要帮我报仇。八加九前进，五、全部五六，哦，骰子是怪怪的啊，所以骗人啊，这骰子有八加九一定选吧，我五八九啦，冲到底，只会往前，老弟，哎、欸，漂亮，乐色游戏，乐色。好菜呀、啊，丁！哎呀，丁义八跟五的路线前进，我看丁义，你看我这手，你看我这手，八跟四、我看你极限就是一分了、啊，丁义。哎呦，各位，有种你继续走啊，你继续走啊！哎，我是亚军。对，这游戏不行，大便游戏是不是大海这大便游戏、嗯？我就想布另外一个飞船的。对啊，不如玩那个飞船，这个不行了。来开飞船，飞船上车，印加宝藏，哎，印加宝藏也是个无脑游戏啊。我怎么感觉我每次赢了之后，那个游戏就变成无脑游戏？刚刚那款有需要脑吗？我是没有感觉到了。好吧，印加宝藏难度啊，嗯，上次我印加宝藏赢了之后也是变脑白痴游戏。印加宝藏上次明明就是我赢的，没有，明明是我赢。有一局明明是我赢的，最后那一场是我赢的。哎，丁义，我简单告诉你这个怎么玩啊？就是有一个船长，然后船长会开船带大家去拿宝藏 ，OK 吧？哈，你就讲到这了。好，这样就讲完了。现在咪咪阿皮是船长啊，然后你看前面不是会有这个乌云卡吗？你看下一座岛有一个乌云，就是船长要有一张乌云，我们才可以前进了、啊。哦，这是合作游戏是不是？合作游戏，来，我留着。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办得到，我只能说我非常的乐观，非常的乐观。就是你下船的话，就可以把你的钱带回家。如果你继续前进，就是看船长有没有卡啊，没有就一起死了。哦，乐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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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一张乌云怎么可能没有？不可能啊！哎呦，坠毁喽！不可能啊！啊！一张乌云，哎，没差啦，我没有乌云啊，乌云啊！我看一下，一张乌云啊、哦，乐观吗？乐观吗？乐观，十分乐观，绝对有。现在就算是三张乌云，我也没有问题。再传。啊，这个想要出什么卡？这个声音。有一些那个技能卡，然后大部分都是那种对抗天气的卡，天气卡就只有船长可以出啊。哦，像现在你的天气卡就是你要打一张刀子跟一张闪电了。丁有吗？丁你有吗？我看不出来，好像有。哎，不然你开画面给我看。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再见。你在说，看到了，嗯、我留着。不是我，那大海这里没多少钱啊，我一定拼啊！我要去寻找 One Piece， 我要去寻找 One Piece。你没有卡，我相信丁义。
不是他，不知道你按出牌，啊，你就按前进就是出牌啦。好，他只给我略过，那怎样？他问我想要出什么牌，我就点两张啊，我就点个两张。他用了卡片呢、欸，哦，有啦，有有，闪电一张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闪电一张，乐观，不可能，你很犹豫啊，乐观，超级乐观。哎，丁毅，你干嘛？没事啊，One Piece 我们两个找啊 ，OK 吧？哎，我起航哎、欸，你干嘛走？我船长哎、欸，哎，乐观乐观，留在床上，留在船上。哎，前进！我、哦、九分的哦，两把刀，为什么啊？哎，大海，你干嘛？知道啊，你们怎么没死？刚是大海出的、哦，两张闪电呢？我挺你，我挺你，什么？是，我有啊，我有啊。啊！你有的，你一定继续开啊！继续开吧，继续开吧。One Piece 就在。哎呦哎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One Piece 就在前面呢。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先了、哦。哦哦哦。我现在的牌，我现在的牌厉害了。走。闪电一张 OK 吧？第一个就没出过牌啊，他绝对有闪电一张。我明就有出过牌，你那有出过牌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卡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但很少。哦、我们要坠毁啦！哎、欸，对哦，丁毅在搞，怎么可能？啊？哦，喷射背包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拿喷射背包自己爽了，什么状况？他活着吗？对啊，他活着啊，他喷走了，他也没出过卡，一定有哎、欸。这是什么牌？一张乌云啊。OK 的啦，乌云。喷射背包感觉很少见的、欸。怎么的啊？喷射背包不就是我这个吗？我这个不留了，我不留了。留在船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五十分就赢了吗？还是有人到那个？我总看谁是谁啊？那个分数吧。谁是谁？右边不是有血吗？哇，两个人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嘿、欸，这个有啊，我有啊。第一是狗，是不是？我就只会出。不是你不是说你想出去吗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不是你不是想出去吗？大脚一踢。哎、欸，我就看你们能开多远呢、啊，我没差。你们都下去了，暴风一起转，马上就来了。我丁毅一起转。这里还可以一起转吗？暴风雨一定会来的。啊，我们一起转，信我。我感觉大海骗人嘞，同一条船上啊，输不了啊。我也信你，大海，我信你，我懂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人跟人的信任呢？我人哎、欸，大海，我信你呀、啊！啊，丁毅、啊，大海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嘛！什么东西？梦醒，别救我，别救我。你自己说的。哎，大海，我起身了、哦。你竟然有哎、欸！哇，万能牌！办法，万能牌很强啊，他可以不丢啊。哎、欸，万能牌是可以选择不丢的。应该是有可以不丢吧？刚那个牌我就一直有可以扣、欸。继续启程，张鸟人，闪电一张啊！
不太可能会有。我下船了，我下船了，你就下船了。下趟旅程线吗？下趟旅程线啊，我就不信你会有一张闪电了。哎、欸，丢、哦，我们要坠毁了。我们还有几个回合。哎、没事，我们要走，一起走，我们要走一起走。啊？可以啦。好啊，你还用？你还用这种垃圾卡？白色的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白色的怎么那个啦？白色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一定信你啊！哎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。大海，你一定要信他。哦、他三张牌一定刚好是。三张就刚好是这三张。他一定刚好乌云袅袅啊！给你留下，留下啦。等一下，我相信，我信你啊。丁义，你可以帮他出牌啊！你有两张鸟，你就可以留啊。我两张鸟，哇！丁义，我们坠毁了！哎、欸，有没有替代航线？哇！我现在一定要出嘞、欸！啊，丁义，我们坠毁了！不要闹啦！哈！哎、欸，下去，真的没办法、啊，你跟错船长了，丁义，你跟错船长了呀！啊？我没有啊，我一张都没有啊。这个人一定有七张吧？没事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新的旅程。啊！恭喜坠毁喽！旋转。哎丢，你有八张卡。我有八张卡，就是没有那个。完蛋了。好了啦、欸，如果第一轮就走，就可以直接拿11点。对啊，哎、欸， 11分都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我们坠毁了。我就知道他一定没有两张闪电。大概九张牌。九张牌，我相信大概一定有啊，这不可能。我根本没打过呀。只要是大凯开船。我们一定可以寻找顽皮。我老船长呢？大来，我们走，出发。老船长来喽！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超稳，这个超稳。来，大家留下吧。一朵云绝对不可能出事。Yes。拿着一朵云出发。Go。哎，我出一下牌，出发，闪电一张，闪电一张，我一定有啊，放心。哎呀，走，丁丁二四八说他要留下是吧？你不会冲动吗？你不会怎样吗？一起前进啊！哪个是丁丁二四八？你要干嘛？冷静，冷静，干嘛？哎、欸，哎，提到，哎，提到你了，提到 ，see you，lucky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丁丁二四八。哦，好扯哦！哦，好扯哦，我被排挤了，你们。饱了，双鸟哎、欸，丁义双鸟你有吗？两张鸟，我觉得他有，有啦，一定有啊。来呀、啊，丁义，我们两个赚一波分啦、啊！你把大海弄下去啊！你不要冲动，我们要坠毁啦！你们有了兴趣？哎、啊，丢、欸，哎、欸，丢真的没有？不是，你是什么垃圾？不是，我就说了，我感觉我们要坠毁了。人与人的信任呢？有八张，八张牌，一把刀。出发，出发，我们出发。这完全就看不出来哪个角色是谁啊！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绿色的啦。嗯。
你们都要留下。我只能说我现在的牌有一点不妙，等等建议大撤退。嗯，一定退啊，一张鸟啦，好啦，七张牌一张鸟，不可能啦。续航前进，前进又轮到丁了，哎，第二又是两张鸟，两张鸟，这次有了吧？再见。基本上会信我的人还是会信，不信我的人。你有没有？有？你给个答案，你给个答案。你们觉得我能办到吗？好啦，我信你啦。来，丁毅，你现在说，你有还是没有？你好可怜的，我希望你摸着自己的良心，你说。会继续或坠毁，这就是个问题。你赶紧，快点。思考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大海下船了，我会继续往前吗？有了啦。两张鸟，上一轮没有，这一轮一定有。好啦，用涡轮卡啦。啊，有涡轮卡在那边演呢。嘿，丢！大凯，你下船，你一下船，他直接涡轮卡。好恶心哦，真的好恶心、哦。刚抽到的啦，大凯。哎，好扯，真的好扯。而且假装靠赛，哎。两张闪电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丁毅，我都还没说哎、欸。啊，你一定有 啊。你们已经要坠毁了。哭啊！用牌啊！你不要用牌啊！我们还有能力卡嘛？我们还有能力卡嘛？哎、欸，来你，快点啊！能力卡、啊！不用啦，我用啦，替代航线了、啊。我只能说，哎，抱歉，我坠毁啦！哭啊！哎、欸，那一张是什么牌啊？重骰啊！啊，为什么重骰还是三个一样的？啊，他好像没他好像没骰，他好像没骰，他好像只能选一个吧？我以为他可以选，我就直接按，好像没有，他一个都没有。你说把其中一个重骰啊？对啊，完啦，感觉大凯很多分了、啊，一个鸟，完蛋，第一没有，哎，完蛋。我懂了，先懂。第一没有，第一刚刚是一个鸟加那个嘛。他现在一定没有鸟，哦、没有鸟。你们都留在船上，我留了。那就是我忘了按了，我突然按了才想到，哎、欸，丢就是这个骗子。你口上这样讲，但是身体却老。我忘了，我忘记了，我被骗了。啊，出发、啊！嗯，希望是好料的。怎么囤这么多牌、啊？哦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一定有啦，不是你六张、这个、什么都没有，麦孬啊！对啊，你刚刚那个没有，怎么可能这个也没有？你刚刚没有闪电，怎么可能连刀都没有？哎，原来我最左边那张是刀哦！哎丢，原来会有刀，不知道，哦、危险，这危险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都有啦。你有七张牌呢。嗯，我七张牌，我一定是什么都有。哎，又到丁毅了，又到这个骗子了。我又到这个骗子，又到这个垃圾了。这个信我，信我。我可以信是不是？你可以。或许。大概丁毅的话能信的吗？怪怪的呢。或怪怪的，我信啊。我信了、啊，我信了、啊，没有鸟，我也有云有闪电很正常吗？你既然没有鸟，那你一定有云跟闪电了、啊。你不可能全部都是云吧？可是我想最后，嘿丢丢大海，哎，太扯了吧！大海，我刚看到了，又倒了。他有万能牌，我刚看到他有万能牌。嘿，要死一起死，没关系，就这样继续。大海，你操，他万能牌，我看到了。等等，一定用，等等，一定用。他不想给你赚分，因为这个好扯，我快受不了了、欸。用啊，这个用了可能走不出去哎、欸，第一七张牌，我们走不出去哎、欸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是的，先出啊，先出。到现在都还看不到 One Piece 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，真的很怪呢、欸。好，羊，
好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哎，定是留下。哎，恭喜，根本就没有，恭喜啊！哎，这两张也没有。怎么又怎么了？我五张闪电，再个万能牌啊！我就没有万能牌哦。一张刀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你八张，八张卡，一张刀，八张卡，一张闪电。虽然我有五张，但你应该还有一张。有我这个续航，我就没坠毁过，到目前没有坠毁过。一只鸟，有吧？这一定有。安娜、啊，安娜、啊，这个一定有啦。熊熊熊，熊啊！就这把了吧，就这把了。那、啊、我们一起寻找 One Piece， 大家一起分 ，OK 吧？来，这个纹哦，这个纹刀不行，一把刀可以，一把刀怎么出事？完蛋，稳的啦！哎、等下我想下船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，就跟你说很稳。绑汤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想下船。他五张闪电，怎么可能？你想在这边刀？丁毅怎么说？闪电都在我手上啊！闪电哦，闪电哦！音效下船，我要下船。闪电哦，或许就办到。我下船了，一在笑，丁一在笑，下船了。大海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这把是大海，你一下船，他就用万能牌了。丁一，我们赚这把吧，信我吧，我们一起信吧，我赚这把吧。冲啊，冲啊！冲了吧，冲啊！冲啊！冲了吧！万能牌用了，大海冲！万能牌冲哎！现在不赚，什么时候赚？我已经走一半了。我就是有啊！不是，他就有万能牌，是他用不用而已。啊？哎，你顶不顶得住？你刚刚说你五张电，有没有鸟？不是我啊，不是我。我怪怪的。好，哎，等下好像，哎，我们人与人的信任啊，我只能说我们人与人的信任。这还能拿到东西？丢嘞！哎、欸，大海有哎、欸，我万能牌，人与人的信任。哇，大海毒奶，继续往前吧。哎、欸，还看不到大海现在要甩什么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没办法。你好像按了继续之后他才会甩。赌吧，我必死。哦哦哦哦！啊！这个叫声就是旋转。我身为船长，他跟我的菜，他先说，嗯，船长，一啊，哦，又在审，他在审那个卡片。是，我这没有啊，我这手都没有啊。留下啦，留下啦，来啦，一起走啦！我一张鸟，轻松。我有看到我是船长，有闪电绝对稳。我才只有一种，我才会掉坠。闪电都在我手上啊！只有一种才会掉坠。我要坠毁啦！闪电都在我手上啊！又死了。只有闪电才会坠毁。哎，刀子加鸟。啊？一定有了，好像很稳的。刀子加刀子，既然我都没有刀子，那你们一定有。哎呦，八张牌啊！船长好像有一点缺货哎、欸，哎，我要坠毁啦！啊？哎、欸，这人在扣牌，太离谱！不是，我完全没有刀子啊！我也没有刀子，那只有一个人有刀子喽。我也没有刀子哦。啊，丁毅六张刀子，世界都没有刀子吗？丁毅六张刀。
六张刀还长欸，好扯哦。嗯，他六张刀，然后不分享资讯。长刀。等等有，等等有踢人的牌，我建议都把蓝色踢掉。不是不是，有踢我。闪电，你总该拿到了吧？会留一下。欸、我不是说我没有闪电吗？好、啊啊，你就继续骗了、啊。不是，他有万能牌，他现在有万能牌，他又不用。什么？我有万能牌？哦，哎、欸，你重骰要点那个要骰的位置哦。你要点那个哦，你点那个闪电，你点那个闪电哦，可以点白色的吗？你就点啊，船长，没有，你就点啊，你就看我们后面把你踢下去啊。哎，出发，出发，他再是闪电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出发。大海那一张应该在你手上吧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拿到。那踢人在谁那里？怎么说？没有哎，我很稳啊。这有两张，不就两张牌吗？哦，你很稳啊，很稳哦，敬你吧。哎呀，坠毁啦！哎呀，哎，没事，我有飞啦，我飞，我有情况啊！哎，根本就飞不出这里啊，哭啊！丢，出事了，我的太好，我每个人都不要出去，有人在搞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是到有人到最后一个才结束。哦，啊，很难结束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上一次很快就结束了，上一次咻咻就到了。哎、欸，把丁一踢下船。不是，冷静，冷静。白色的。千万不要踢我，我是大家好船员。续航前进，基本上只要不要有闪电，我就能赢。嗯，留下，留下，留下，我溜了。打刀，一把刀很稳。啊！一刀一鸟，我感觉很快。大凯，你提示一下吧。我只说一定要信我，这波那是飞起。飞起啊！我打稳吧，我打稳吧。哎，我说前进啊，飞得越远越好啊。哦，你是说那种会旋转的飞吗？冲啊！有啊。啊！啊！我要坠毁了！救命啊！大海，我懂你。大海，按最左边，按最左边，按略过。那再来一个略过的。听我们吧，你一定听我们吧。他退出我们一起寻宝吧。嗯，通仔，哦，对啦，有了哦，中啊，醉啦，没办法，我真的没有刀了呀。刀放在你们手上还是怎么样的、欸？嗯，我也是没有刀、欸。怎么样？这行不行？你老实说吧，我们现在三个人一条心啊！你老实说、嗯，这趟旅程应该是会进。哦，还有万能牌想喝？来，没事，我现在逼他用万能牌。大海，你留着。嘿，可以。留在船上，什么兄弟？你留着。他就没错，我们至少有人赚。那、no, 没错，完了，大哥，我们坠毁了。他还想扣啊？喷射背包启动！你说有喷射背包启动啊？阿彪，还这么搞啊？那我没牌啊！只要我当船长，大家都尽管放心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因为你双位数的牌，好猛啊！只要没有闪，放心啦、哎！我听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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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到了。
我信你啊，你怎么可能每次都会死啊？确实啊 ，Z， 就你懂我。对啊，你怎么可能赢那么久了，然后还没拿到闪电呢、啊？不可能啊！来啊，你这张牌你一定有啊！我肯定是有啊，前进啊，通通给我前进啊！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来啦，一把刀是不是？一把刀而已。要给我前进啊！啊，冲啊！冲啊！哎，来！暴风雨来袭，有人高，太狠了吧！有人高，哎，暴风雨、欸，没事，我有望远镜。哈哈，打掉了我的牌。哦、一朵云而已。哦，一朵云，一朵云。不要这样就好了。续航，碎碎，来两把刀行不行啊？再见了各位。我信你有啊。Go go go go！ 再见。啊？你真的死了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也退出。哎呀！大凯，闪电，电那是一定会有的呀。哎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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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抱歉。闪电，闪电就越来越多嘞。这闪电这种牌有那么一点，有点稀有，有点稀有。我感觉明明他可以一定囤超多那个。超多万能牌，我哦，我这边很，我只能说很稳了、啊，我什么都无敌，我什么都无敌，刀子一张，刀子一张啊，很稳吧，刀子一张，这不可能，理论上是很稳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，啊，澳门怎么打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，哎、欸。啊！怎么又死了？鸟家云，嗯，鸟家云不难吧？嗯，我留，我留。第一脉乱哦，不可能第一个。嗯，前进。哎、欸，上次骰超容易出空白的。前进，有了。前进，可以啦，丁义，可以啊。好玩。那，对哦，大凯，大凯，你现在舍得用万能牌？拉一下分数吧，对吧？往前，往前，我有，我有。分数哦，分数有点高哦。哦、easy， 放心啦、啊，失去了我的牌，你们是不可能找到 One Piece 的。easy， 确定吗？太 easy。呀，碎啦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吗 ？One Piece 不远了、嗯，我大凯，这个我前进吧，这个我前进。前进 ，One Piece，Go Go One Piece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丁一定会让你们摔死的。哦，有空白，哦 ，One Piece，One Piece， 各位，前进，冲啊，冲啊，在眼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你要考虑一下、欸，你真的当船长，你是下不了船哦。没事，没事。赚钱，赚钱！摔死他们，摔死他们！哦，两把刀吧，前进吧！冲冲冲！两把刀，冲啊！你给个名字吧。可以啦，弟，你可以的吧？不要骗人、欸。我很遗憾的，
我们在这边。你没关系，我一直跟你做好的套餐，你故意一直在搞。哇，旋转！我要过一段旅程了，快哭啊！哎，我怎么害你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一个，他拿到分数啦。嗯？哦。哎，第二次没到。我一个还要喷射背包。哎，我有就一直冲啊。啊。拜托，玩一个动脑的，我们玩一个动脑，不要再玩这些靠赛的。哎，这游戏整天靠赛，我每次赢了之后，怎么就被靠赛白痴游戏了？这种靠赛游戏，哎，上次那个观众推荐的那一款叫什么？有一款比较不靠赛，不是，还有另外一款。人像啊，草房哦，嗯，草房好像比较不靠赛一点点。璀璨宝石哦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神机妙算跟大富翁都蛮好玩的，还是要来久违的大富翁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璀璨宝石好像很复杂哎。这个好像不是可以直接开始学会的那种哎。每一步都是快速的，好，当然玩了就会了。回转 B4B， 等他改版大凯说一定玩了。哎呀，一定玩是一定玩啊，人在不在不知道啊。一定要玩吧，我在的话一定玩了、啊、我不在那没办法呀。开了 B4B 已经开了，大概加防哦啊，哎呀，现在有1900个在玩这个，璀璨宝石。嗯，璀璨宝石。节奏。没玩过。我没玩过。哎、欸，你们三个都收到一个检举。为什么？蹲你呀！你为什么检举我三个？为什么？检举我，你有汉堡病，肯定不是我。检举哦，太扯了吧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怎么玩啊？那传开这么好，哎，场上有很多的数字牌，有各种颜色的宝石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我先保留一张卡。喂，这卡怎么被你吸走了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张卡是可以吗？它是可以拿到三个红宝石，是不是？我是哪里啊？我什么都没有啊，不知道欸、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一样的角色，是哦。是不是要先选角色？右边的角色不能按啊！又忘了、欸，我好像以前玩过，我忘记怎么玩。没事，大海，你先随便按一按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拿这个男人好了。哦。必须行动。嗯，我想嗯，好，15式。
白色玩过吗？我稍微看一下。啊，拿钱去买那个嘛，拿宝石去换这个牌 是，然后牌有能力。四十个指数这样。哦 ，OK， 懂了，完全懂了。所以我现在用三颗红宝石，我就可以发展这张卡了嘛。头上有一个什么？我这张头上有两个黑宝石啊，所以它会变成两个黑宝石是？哦，一次最多拿两颗宝石啊。好，我先拿两颗红色的宝石。那我拿两颗绿色的宝石。妈，哎，红色的宝石我也拿一点好了，快没了。选完了，然后呢？他写重新开始是什么意思？从一开始就是重选了，宝石又还回去了。就是你如果按错了，可以重选。哦，他可以拿三个不一样的，或两个一样的。嗯，哦，那我可以再拿一个蓝色。宝石身上最多拿到，我不是行动。哦，原来是要填满左下角这个数字啊。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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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哦。嗯，哦，你拿两张吗？到了。嗯，到时候每一张都买不起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宝石啊！你下面有一个我的宝石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要买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开始是只能保留。没有啊，你现在要在地上捡钱啊。你看，我要捡钱了。你在哪里捡钱？中间啊，中间可以捡钱啊。你说中间那个可以捡啊？对啊，你看，我又捡到、哦、捡到一些宝石了。又捡到了，我也捡到宝石了，哇，好爽好爽！哎呦，宝石要赶快捡呢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哦，他好像是你先拿宝石买左边的卡，买了左边的卡，他头上那个会是他可以一直用的宝石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买右边那个钻石书，他还送你一整个。啊，右边这个是分数嘛？这个人头上好像是三分。哇，蓝绿白，哎，有钱拿钱。这时候最好的方法，正常来说应该是独占。哎呦，有钱拿钱。大概我今天有钱拿钱。当该颜色宝石少于四个时，没办法一次拿两个的。哦，那个时候就只能一个一个挑了。嗯，那我就我看一下，这样吧。我想要把它独占起来耶，结果没有办法。大概要把红的拿光嘞，丁义，红的拿一点吧，你一颗都没有，是啥鬼？拿，只不过我占宝石好像会无敌耶。白色你好穷哦！我一开始我不在拿，我不在拿那个，我就是保留卡。阿拉卡那个是右，是右上角那个是花费是？嗯，应该是。应该左下角那个是花费，然后右上角会变成
你可以一直用的花费。啊？怎么这么贵啊？刻了。啊？为什么你把东西还回来了？哎、欸，他有一张卡。哦。哎、欸，飞回去嘞，东西飞回去嘞，宝石剑回去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明白了，完完全全的明白了。哦，你需要归还两个指示物哎，为啥？嗯，你要买啊？哦，你钱太多了。钱太多，他要还出去啊！你只能有十块啊！哦，大凯，完蛋了！大凯，你以为你可以无限的赚是不是？我们强力谴责！买！哦哦哦哦！我现在有一个永远的一块蓝宝石嘞。嗯，我也是有一个了。哦，我懂了，记忆回来了。大凯这样玩过，嗯，你也买了、啊、丁义，买一些啊。丁义是走白宝石、啊、钻石路线了。我感觉我要走蓝宝石路线了。嗯，这样好了，全开。哇，上面的好贵哦，很贵很贵，真的很贵，上面都是顶级的。嗯，那就是顶级房产呢。那个在看的那个男的都没有房子贵耶。耶、yeah, ！我手上两张保留牌都是房产，哭啊！对哦，我还保留了一张废物，超级难，超级难把它解开。我想一下、哦，这个要七颗钻石啊，他去路边抢好了、嗯。哦，再怎么拿、啊，哭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要3222，跟鬼一样，九张。哦，啊，怎么这么贵啊，玩不了嘞！大概贫民窟买一买了啦，没有办法了啦。啊、哎呀，好啦，贫民窟啊，目标贫民窟。你还拿钱哦？拿钱啊，我没钱了，我刚买那个就买完了。弟，贫民窟买一买啦。但你，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我拿钱。你不是只有两块吗？两个黑宝石、啊，那是巧克力是不是？他有一个白的、啊，120黑白啊，好像买不了哎、欸。钻石三个，该刻了吧？你该刻了吧，咪咪阿 K。还没，还没，我还在，我还在等耐，继续等吧。我再蹲一下。我先把它、保留起来，看一下状况。哦，那我先把它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埋起来，看一下状况好了。
拿钱。哦。哎，丢，白色跟蓝的都没了，归零嘞！哦，还回来了，还回来了，好的。开买的是。我是好野人。哦。可以是。目前看起来的话，这个金色的是什么鬼？哦，这个是黄金哦。那好像是万能吧？吗？哦，保留一张牌就会有个黄金哦。黄金好像就是分数吧？不虚啊。先拿钱喽。黄金可以万能资源，黄金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啊，太爽了吧！黄金是其中一个，随便。所以它会自动帮我补差额上去啊？应该是。好的，当哇哇，你买手嘞？好，我觉得这个老头不错，我想把他给买下来。哎呦！哎呀，好想拿钱！那想拿就拿。提些几个什么？买！哦，都开始买东西了，买！老头！哦。一个钻石，两个绿色。看一下怎么拿。钻石哦。拿这两个。好，这三个拿起来。大凯还在赚钱哦。没办法。哎，这就是一步一脚印了。哦，所以场上这个金色的牌就是可以什么都可以拿，哎，他不能一起拿，你只能通过保留卡片。你要保留一张，他才给你一个吧。好，我先拿一个什么都有。哦，我先来把这个拿起来好了。四个红色的
有一个尼斯湖哎、欸。嗯，住海边哦。嗯，好，拿掉，来了，我先买一块黑黑起来了。那我也买一个黑黑。哎呀。该不会我又买不起任何东西。买啊，丁颖倒是买啊。我还要归还一个、哦，哭啊！哎，对啊，你赚这么多钱，然后东西都不买。还想存钱哦、啊？哎、欸，他还存钻石啊！哎、欸，存钻石不花是怎样、啊？哎、欸，他存钻石啊，好恶心哦！存了已经六个了，六个白色钻石的。好、啊，买这个黑色好了。哦。来，那我拿个蓝黑，蓝黑绿。哦，那你不会跟我盯上同一个吧？不好说呢，不好说呢。你不会是想要那块田吧？不知道哎，看谁速度比较快，你知道？买房这事就是先下手为强啊，不知道你速度快还是我速度快呀、啊？钻石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买起来了？哦，他直接六块，是买什么？哎，掉，被白痴买走了，便宜啦，都便宜啦。对，对，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买啦，买啦，买啦！左上角分数不知道怎么来的。买到保留卡就有那个分数，是不是？到看不懂在干嘛不？那是我七颗钻石。买起来，我可以翻卡，不知道为什么左边牌是可以翻的，又不买翻的。什么可以翻下一张牌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就是左边，如果我们是看到的十二张，左边那个牌好像是可以按，是不是？它在发光，我没去按。哦、嗯，左上角是分数。哦，所以上面这些不是拿到五个黑黑的，它是五分，然后加上一个黑黑啊、哦。哦，所以左上角是分数，然后右边宝石全都是只有一个这样子。哦，那右边稳定的。那你很可怜的丁毅，一买就是他得到四分呢、欸。然后那你好像是盘子哎、欸。对啊，哦，我就应该先赚点宝石，之后再买。啊，我先洗钱啊。你还是虚啊。哎，先来去尿尿一下。买起来。干嘛？去跟他北拜。哇，你把两个宝石毒都占走了、欸，白宝石好像是你家嘞，都钻石。对啊，白宝石。废的。钻石好像有掉了。
对，接龙去放流。对，他刚刚说那个分数是怎么？他说买了左上角是一个分数，左上角是分数啊，右上角是会变成宝石嘛，但都只有一颗这样。哦，左上角是分数。所以现在定义是四分，他刚好像花的是六个宝石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那个没有血，只有宝石，就是没，就是它只有宝石，没有分数哦。只是不知道右边的人又有什么。他有能力耶，他是有能力。很神一些秘。全都我是可以来一手，哎呦，我可以买一个人喽。不对啊，这个贵族就只有分数，然后我又花钱买他，也太贵了吧？他是只有分数。他只有分数哎，那我还是等他自己过来吧。等他免费的时候，我再找他。他还会自己免费的？不是啊，等你那个资产够多了，他就免费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哇，这么难哦！对吧？哪有？我定义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，有钱就是要花、啊。买买买，我要买买买。买呀、啊，白痴买呀、啊！你到现在是不是一个都没有啊？我在考虑啊。你有地了？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把我那一块地买走了。买。很多都很削。这个也便宜耶，我都买得起耶，还带一分呢。买起来。大哥竟然把我想买走了。哎，先下手为强啊！哎、欸，对哦，我一开始保留这张牌，什么时候才买得起啊？我现在才发现它是3335哎、欸，很巧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写一个他三分数，然后给一个黑宝石？很贵，它很贵。我这里有一张也是333。我想一下啊。好，拿钱。轮到我了呀！啊，这怎么这么，它这么贵啊？是。那就这样吧。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是吧？太贵了啊！真的太贵了。没，先投资吧。先买一点啦。哇，你把我要拿走啦！哎呀，你还想你买两块地呀、啊？我想要把全部的田都买下来呀、啊！我都成交啊！看你是、啊。红桃大哥，我成，我都成交啊！哇，大哥你就不想要，可恶！可
可恶啊！快！但。第二被丁义买走了。哦，113拿一个红，买了。哇，好便宜的，这个蓝色的也是免费的。迪欧，我没有白色。大哥，那个是我的。完了，大哥，你还把我要的拿了，这样我要怎么办呢？我啥呢？这我弟我先看上的，当然是我先买啊。这我怎么办？不要不要，迪欧那个虎也是我的。你要你现在要他要虎？他现在就只想要那个便宜货，你赶快把它买起来啊！哇，便宜的先买，先有资产。他就只买得起那些便宜的。是那个哦，那个我的，那个我的，我的买，碎了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买走它。这张有没有漂亮？这张有没有漂亮？这张也便宜哦，这张可以吧？啊、这张也便宜啊。那我买这段，这张就贵，好像也很便宜。我也买一张便宜的。那我就买这张咯。那个三是我家开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迪欧有人中邪了，很恐怖。呵呵，这三是我家的。哦，这个差好多、哦。买。没了，便宜的地已经没了。啊，便宜的地都走了。嗯，都准备结束了。那我先买一个便宜的地。嗯。哎，这下面的地没了。嗯，这下面地用完就用完了。范总会说便宜的地没。哦，你们都没有。Did you finish seafood? Yes, seafood so easy. 我两个白色，这个四白一定是我的了，学呀学呀。大海娘不知道可以。说那个四白是你的，没有那个已经是我的，我等下就把它买走啊。你们怎么买？你们哪有四个白色？我直接把它保留。哎、欸，穷人，这个穷人在那边保留耶。嘿，第二什么都没了。哎、欸，第二继续保留。便宜地呀。好点击啊。Is it easy? Hey, very easy. Simple game.买这个好了。嘿，迪欧，一直这个人这个脸，这个还不错。不行。哎，丁义，你是狗啊？哦、你现在才知道他是狗、啊、这个人也是你的，不可能吧？来，这个也便宜的。那是我先看到的，这是我先看到的哦。二三个不行。223也买起来啦，你哪会知？哦，买起来啊，一定买起来。哎，都没了呀，贵哦。只能拿钱啦，买不动了，又要重新收集钱了。大概买不动了，差不多。买不动了，重新拿钱了。
到我的拿钱吧，买。哦，又是钻石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姐可以直接买那个钻石，哎，完蛋。哎呦，我想买就能买啊！是啊。大凯把宝石买走哦，六个宝石，六个只有你有，哎，你一开始不是囤了六个吗？我就买了分数了，发现六分了。啊啊！你还买这种便宜货啊？什么时代了？中产阶级，地产才是最重要的、啊。买了啦，来啦，看到没有？我有贵族了啦。对，有贵。哎，我想豪爷啦。马基维利。轮到我。这个场上我什么东西都能买、欸，起飞呀、啊！哎，买啦！最后一个回合，最后一个回合啦！哦，哎、欸，他总十五分啦，我十五分啦，十五分就要结束啦，这么快啊？那我不是输了吗？我怎么可能买到十五分？哦。刚好在贵的地区都是红色的，他红色的超多的，我红色直接买烂了。是啊，哦啊，没啦。大凯这一把买这么多绿色，好像没有什么用武之地。还跑出一张好的，对，刚大变。结束啦、！God JJ 获胜，六分了。第一场浪浪，好啊，不然决胜局吧，决胜局吧，最后一把吧。哎呦，又掉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他还有分竞赛模式、欸，快速回合制。这个游戏还可以每天行动一次，你可以每天就动一步。哦，明天再来看。啊、嗯，然后过一天再来看，想一想，明天再来处理。那浮夸呀！那种职业棋手一样，下一手等一天。第一缸是六分了、哦，七分。哦，哦。
我先。先拿这样好。哦。哪个这样呗？我打开键，专心来。稳稳拿最安全。啊？八宝莲呢？你这么扯啊！我看你们都想是这样。你又知道了。有那宝石颜色对起来，感觉是这样。我也想要这个钻石。嗯，咪咪 lucky 也是什么都有呢。哎、嗯，哎、欸，弟、欸，咪咪 lucky 要最左下角那张。没有啦，怎么他最左下角那张？我看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雪大海雪山，他想要最左下角，他想要雪山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哦、冷静，冷静，雪山是我的。给你啊，好啦，你拿啦，哎、欸。你现在不拿雪山了、哦？好，先拿一点好了。嗯，我也是拿一点吧。拿起来，宝石，囤宝石感觉比较稳定。嗯，那宝石永远都是最稳的。哎、欸，第二那张被丁义买走了。你不是叫我把那张买起来？好恶心，真的把那一张买走了。你刚一直说别人喜欢那张，叫我买起来。哎呦！买起来，大凯开买啦！嘿，第二只剩这些垃圾，买了。哎呦！只好先拿起来咯。丁义什么都有了，不要。那我也拿一点钱吧。困哦，嗯，先赚钱要紧啊。
钱要好好的握在手上，那才是资产啊。哎，第二钻石，那我也买个这个好了。现在的这个这么难，这么难。哦，现在这个这么硬，真的这么硬哦。嗯，真的贵。哎、欸，第二被你买走了哦，就在藏，又在藏，无情保留，保留黄金。啊！你在保啊！你在保啊！这个牌怎么飞出去了？他们没翻。把发展牌给打出去。我也来保一手。哦哦，你也玩阴的、啊。我也来保一手啊！嗯，哟，这个。那好像只能先买了呀，大凯得买了啦。嗯，好像真的得先买。我看一下啊，录一下你们的，这个先买起来好了。嗯，出个好的，哇，这好便宜啊，真的便宜货。现在被你给保起来了，捡一个货。再买货吧，再买了，氪金了。这么多黑的、哦，没事，黑起来。哎，第二丁你就没钱，继续在那边继续闹，哎，就继续闹。啊，我不是用买的吗？都这么贵哦！我再观望观望。嗯，我先多捏一点钱在手上吧，决定看一下状况。这能买得起的人是真的有钱呢。Oh God.
哦，忘记想要左下角那啥。你怎么爱乱啦、啊？没阻止你啊，没阻止你。点也先拿起来吧。拿钱吧，拿钱，拿钱！哎呦，白剑想要那个绿宝石啊，买了吧，太海，它好便宜啊！哎呦，我是钱都被你们卡在身上了，好像有那么一点小麻烦。看一下，哎，你身上钱已经太多了，你也没办法了，氪了吧。哦，有点怪怪的，这局有点难控啊。还是买最上面的，还是你保最上面的。嗯，保一个这张好了。很难出手，这个都好烂。动手了啦，我觉得地都不错，你钱也满了。动手，不当。哇，出个七个蓝的。好，我买这张。哇，后面出的都好贵哦。动不了啦，我已经动不了啦。下面的帮忙一下嘛，下面的好难动哦，是这样。哦，下面的已经没有人动得了他们了。嗯，看一下。切口，切口。好丢，没有的那个嘞，你的牌可以买，只能拿下面的嘞。嗯，丢大概。嗯，看一下，还是这个吧。哦，大海，来这么好，哎呦，大海动手喽，竟然愿意，水。开始流动了，操、哦！这个直接买走，房产开始，你把它买走是开始能买，先下手为强、啊，搞鬼！波，我这一波要怎么办呀？好啦，买这张拉货币啦。哦，你买得起这么上面的？
那我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转。极品。这张确实是不错。看一下，这个被卖了，先买起来。又确实没卖。爆炸！哇！丁义竟然还能买到那个！啊，哎，哇，红宝石大亨哎你！那我只好先买个这个。哦，大出手了吗？大出手哎！哇，一个红宝石大亨，一个绿宝石大亨。你是垃圾大亨欸，我等一下就一定把右下角那张抢走，你就去继续。你以为你买得起哦？哈，我不要买啊！我就砍你啊！我就砍你、啊。你以为你买得起啊？你买啊！你买啊！我就看你怎么买啊！哦，我就保留啊！我就保留啊！我就看你怎么保留、啊。保留，保留。好啊，这个他要买哪张你就保哪张啊！你看他买了起来一张，你就保了、啊，你就保、啊，我都看你怎么保、啊啊。我们付错、啊，我们付错、啊，没错、啊，要这样搞哦。错，你会错，是不是买不起嘛？你就买不起嘛。那这个保留，哎，师长教训他，师长秀啊。哦，亮亮，我还看。我先买一张啦，免费的最好啊！哇哇哇，狮子、啊！我当免费绿宝石，如果掉在我身上，那该有多好！拿起来。为什么买去？外面免费绿宝石，来啦！你摕一张蓝宝石嘛，袂歹，买吧。我买，我又宝又宝，先宝拿黄金呐、啊，多爽！万能免费绿宝石，把它拿起来啊！哦，来张好的，来张好的。哦，哎、欸，你不买他要买了，你不买他就要买了。这我先保一手了。到海金可以买贝蓝宝。蓝宝石。怎么都长这样呢？啊，保一手啦！哇，
非蓝宝石，我选。是来。这啥鬼？哎，第二黑色的原来已经被你们拿光光了，难怪都没有黑色的东西。为玩家停止行动了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怎么办？完了，完了，被你们拿光了，一分的。先把那张给保起来了。哎，第二你还满了。哦，原来他那个也会算一个。他也算。他也算。我有黄金不算。埋了啦。丁义是直接爆买一顿呢。哦，他买了人进去了。我，他把人买走嘞。买了啦。音乐可以发飙了哦，他赢喽。不要，不要。我，音乐可以起飞嘞。米拉强那赢的，还啊？是吗？真的啦，这个还久啦。没有，我感觉你这样的，渴望也不能干嘛吗？对，感觉这张不能给你吗？是的。欸，其实你3333看起来蛮屌的，你要买什么都可以。欸，你要买什么都是免费。Free。Free。拿钱，钱。现在只能拿钱了，亡了呀，亡了呀，拿不动。黑的太晚拿了。哎，第二场上什么都买不起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14分啦！
哎，对哦，我还是只能买这些垃圾。哇，米拉皮再随便买一个就赢嘞！他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嘞。现在我也弄到哭街了。完了，买不动了，我太穷了。大凯，你也好穷啊！你也是个穷鬼啊，大凯。我也是个穷鬼啊。哎，对哦，游戏进度938了，结束了，我就一分 ，Oh my god！ 哦，第那个其实也很厉害，我第一个，第一个其实好像比我多哎，贵族怎么都走光啦？多拿了那颗绿的，好亏哦！哎，第一这个好像比较强哎，我感觉他这个三四这个好像厉害一点哎，哎。哎，第二又要红宝石，我原本买不了，现在可以了，没法，我得买。哎，第二最后一个回合了。哎，第二我没了。哎，我也没了，我死了。对啦，大海，我们只能抱着财产死去了。不对，如果丁义最后这一回合买比我多，会怎么样？不知道哎，我们来看就知道。哇，你。三次三应该可以买个好料了吧？我可以跟你同分，可是我感觉我可以再拿一个贵族、欸，我可以拿。你就买一个、啊，你买一个啊！我买拿那个黑的不是吗？没有，我想买这个看看，我看贵族牌我这里会不会？哦，你这样子有十八分的、欸，哎、欸欸，对了，我还可以 combo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那个黑宝石一，哎、欸，对了，我直接这场完全没分。Yeah.五个绿宝石直接变白痴，对，哎，靠帅，只投资一个就是靠帅。哭啊！绿宝石卡烂我了，我被那个黑色的根本就买不起，完啦！大概你也是惨了。嗯，我想打黑红这个白黑的，后面没有再出黑宝石了。休息了吧，休息了吧。收工啦！不过为什么多拿了一个绿的？我那个时候想要蓝绿各有四个，不为什么多拿了一个绿的？哦，你想拿贵族？对啊，我是想拿那一只贵族的。收工喽！我要有蓝绿一定行了。晚安，各位观众，收工。又可以来去看 ET 了。看看有谁在开呀、啊？还是看人家刷 POE。我终于是把那个主线给解完了，汤米啊！